新北市芦洲市公所将会在这个周末举办芦洲亲阿咪嘉年华会，那么到时候每天都会提供1500碗的面来让现场民众免费享用。而今天上午市公所特地的提前召开记者会，要来暖场，同时呢，现场让这些民众来试吃，还请来了艺人马卢荣来代言。艺人马卢荣亲自下厨煮奇亚米，要为芦洲著名的面食代言。仔细看，碗里不但有一定要的卤肉，还有烫青菜、胡萝卜丝，再加一颗卤蛋，料多实在。怪不得芦洲奇亚米节还没有开跑，就有许多老饕来捧场。大骨头哈、去熬汤的高汤哈、所以那个口味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。面 Q， 面软。香了哈，汤好吃好啉，吃的吃的哈，很想再吃一碗。一碗接一碗，芦洲亲阿咪节15、16号将登场，每天各有1500碗亲阿咪供大家免费吃。这么受欢迎，都是因为60年不变的老味道。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都改变，面也有慢慢在改变，但是我们坚持就锅炸那个方法做到今嘛。原来要抓住大家的味蕾，就在不变的煮面真功夫。想要体验面有多好吃，周末到芦洲商圈就知道。中央新闻李振华新北市采访报道。